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吃花菜的波妞真的是盛世美颜，呆萌的表情，可爱的鹅小嘴巴，看着让人喜欢的不得了，怪不得很多人想组团去偷波妞呢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吃杯子的波妞真的是好可爱，一吃的认认真真的，一点都不想其他的事情，真的是萌呆了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加着发卡的波妞美美的看着镜头，真的是被红色的蝴蝶夹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爸爸怀里的波妞真的好听话呀，一动不动的终于变成了美丽的淑女，希望以后的你可以淑女一点，不要那么汉子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这张照片里波妞很美，但却被紧张的步步抢尽了。步步紧张的看着镜头，手还不忘提着裤子，真的是可爱呆萌。波妞的五张图片图于盛世美颜，图五却被步步抢尽了，太可爱了。